休息中，叫做派金曲奖。啊？金沙的金曲奖。哦，金沙的金。对对对，金奖。金奖。哇！我量身定做。这是什么漂亮哎？棒啊！好看。量身定做。中国一套。好好好。坐在这边，好，很多个关键字。好哦。一个人只有三分钟。啊？好，哎，你们要打比，要唱歌之前，你就要跑一圈。跑下来。比谁答的题目多啊？对，至少两句哦。三个都是歌手嘛，就自己一人一组，加回的惩罚，认真的哦。惩罚。我一这里也有水管嘛。哇！哇！沙沙疯了，沙疯了。张立东，张立东，张立东，过来。你开水干嘛？来了，浩哥跑啊！好，我们两一组好不好？求求你，因为我知道很少，怎么用？好，那我们就开拳决定顺序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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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，有第一个，不，先抽鼻。好，只有两次机会吧。这一张，开后。我们是看得到字啊。好，然后开。所以有好字都可以吗？对，这很难呢。太难了吧？可以好很多吧？陈佩斯的歌吗？还是大家歌？随便，任何人的歌。开始，完蛋了。加油！没有人。好朋友只是朋友，不是朋友，什么不能牵手？不看，不行，这样不行。他有两句，完蛋了。你第二句就不行。好失恋过往，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，这不是歌，这就是歌。台呼可以啊，哎，为什么他要再上去？就要一直打。好，我想到一个。那你等下又不会是好。对，所以我就多好，很多好很多。那我提示你，你再提示我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。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。这很漂亮，谢谢谢谢莎姐。他们交易，他对，可以跟我们交换，所以我们还有在嘞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你好不好？好多，我要想到一个，那你要不要交换？好，教我。过等你再爱我，总有个交集。这不是提示，这是我不会唱那首歌。好朋友，我们行歌里。我跟你说，这首要来猜拳。他也不会唱这首歌。不会。好。好啊，好啊。好啊，好啊。完蛋了。妈呀，你安住我。哎，我好想你，好想你。却无法自己之类的，可以吼，可以可以吧？一时之间真的是有点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陈奕迅你会吗？我跟你讲，你一直提示他，等一下我们就会。我会提示你。我不是，我说我不会输。好，欢迎你。他要再跑圈吗？对，他要帮我们。我爱，我很多爱。我送把好题目浪费了。哦，所以可以决定什么时候要重抽，只有两个机会。老歌王，老歌王，怎么会这么喘呢？我愿意为你，我很多，我愿意为你，我很多，肯定都有我。什么歌手啊？创作型，创作型，你可以唱一些饶舌的吗？我这个积木，真的想不到，哇，对，给我做，造船，结束了嘛？我上最后一首，这首算吗？算，半分。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。林宥嘉，太羞辱，为啥这一题给我分 ？OK， 谢谢。可以。要半分还是完整？完整一分哪有半分这种事情？那等一下我也要看大家谁半分。可是你超时嘞。对啊。最后一题嘛，最后一题。好吧。这样几分？佩佩是4.5那么多。说完才开始。弟弟。
开始了。哎呦，这没有水晶，很丢脸呢。你可以啊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你20秒，超多的。你的最多，可以开始唱。五月天从第一张专辑唱出一张专辑，唱你自己的歌啦。自己的歌先唱。对啊。第一个字要那个词啊！我讲一遍。哦，你不是真正的快乐，你只的那那那的，你的手只是身保护色。没有，你看他们刚刚都两句，简单一点的，简单的，完整。我有你离开的那一天，天空有点灰，我一点都不准的。你离开的那一天，天空。有吗？你离开的那一天停，有了，你们不要先停了。谁还欠我一停？五月天可以，我可以救你。来，快点！我跟你们说，是你挖挖。没有别过去。你是风，你是电，你是我的神话，我在爱你，你给我把手快撒！哎，很棒，很棒。请我。有啊，走了呢。走独木桥比较快，独木桥。你还有什么秘密啊？他刚刚都没有走独木桥，他走了。他爬了。怎么那么特别啊？哦，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爱着你，直到我醒。所以。还有多久？你快唱好听一点呐！你问我爱你有。多深啊！你鞋冲炸了！开始。哎，你要几分 ？OK。一分钟。好像已经超过了，已经超过了。我脚没力了。有，快点，你最简单的。你只能看这个游戏难分而已。跳下来，跳下来。你，如果可以，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。对哦。老师，我脚不行。哎，你要不要换题？是爬类的，主要是。我可以换题。看起来会痛快。你是你。我深深的脑海里，快点。OK。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梦里。四句。我干嘛浪费时间？再多唱几句，好听的，再多唱几句。你存在。你干嘛？等一下。我觉得玉玺会很厉害。我觉得这游戏最难是因为要唱两句。不是，是爬这个。大腿炸裂。谁知道第二句歌词是什么？看。OK。看很难。可以想十秒。看对面的女孩。5、4、3、2、1。嘿。好，开始。可以一次想三首诗。看不容不简单。我错。哇塞！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，跑跑，看，看，看，干嘛？你在骂脏话？看，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，只是当我有一个人看海。你会做 ？OK， 第二次，我要换，换，他把球弄爆了，破坏公物。快！很少有谁可以把球池的球弄爆了。手 OK， 什么蔷薇的？手哦。啊，所以有好字都可以吗？讲分很多好，很多好过。我不会唱那首歌。好朋友，我们行歌里。我可以唱这首，要来猜拳。我也不会唱这首歌。不会。好。你可以啊。五月天从第一张专辑唱到最后一张专辑。你，我深深的脑海里，快点，想看，过去吧，看，对面的女孩，可以一次想三首诗，手 OK， 什么蔷薇的，手哦，手牵手，我们
一起走，创造幸福的生活。好海天太热了。一二三，牵着手，四五六，抬起头。牵我手，跟着我走。风再大又怎样？你有了我。哦，这首歌。再也不会迷路方向。这谁的词？流星雨。哦。林俊杰。邓紫棋。林俊，邓紫棋。李敏威。乱他。或是阿妹。李真威。昆达。我手要来猜拳。啊，昆达也是。加油。哦，对。都跟你去 ，Energy。都跟你说了。都跟你说 ，Energy。我给你说放下。不要再提你的借口。快慢一点。快点，最后两首。他那个有机会赢哦，邓紫棋。哎，我刚好帮他。五人六。快点！原来是把球弄错。怎么做到？五人六怎么这样？滑一点。被撕掉。这是非。上台送走，任由你想象。哇！还有邓紫棋，快点。好，跑一圈啊。你来一个唱跳，很累。后分。快点，快速。好，现在直接唱。我想不走。阿妹。走。牵手。请乖，废话少说。我要跟他分了一半的分数。可以了，我们三个算一组了。他应该很高分吧？换我们了吗？你们要怎么跑啊？轮流是不是？接对啊。来喽。爱玩十秒再跑。爱。好，可以啊，这个是最多的。这很简单。张惠妹。还没。两句要听得出。哪有？我们三个做评审老师。我是歌手。好，要划中间了。对你爱不完。我对你四十年。哎，你快跑！演员，他快跑！他跑最后三步。有中间了，真的最后三步。阿令。阿令，等他下来。爱我别走，如果你说不爱我。快！唱两句了吗？有，唱了三句。阿令，阿妹。哎，我想不到歌了。想不到，他想不到歌。我唱过了啊！从哪哥？阿令啊！张惠妹啊！阿令，我都知道这些歌手。哎，站那个位置真的会脑塞，真的会脑塞。张学友啊！什么东西？陀飞轮不是手表吗？唱歌，刘德华，爱之华语，爱圣经歌曲，爱情水，是吧？忘情水，爱的真谛，爱的真谛，爱是很久的那悠悠，恩深是爱，爱是不寂寞，爱不嫉妒，爸，哎，换一个，哪有更简单？不可能，换哪？没有更简单的了。罗志祥，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？可以啦。换你跑。哎，那你要换题吗？没有。那你抽题你要换吗？不用啊。他很多爱的歌。对啊。没有爱。在哪？社保的班。三姐跟你。哎，我唱这首歌你不要生气，爱你。两句。陈奕迅，我是一个爱的牧羊人，我要寻找一个爱过的人。我不认。你看你这张板凳啊。他不会唱很厉害。我的爱不潮水。唱过了。爱情酿的酒啊。哎，那如果我唱爱你，给我们两分好吗？我不唱爱你了。
的口。没有爱啊。在最后面。我爱情酿的酒。睡啊。睡，0.5分。哪有？你时间紧。没了没了。你们都不听。啊，真的。没了没了。这么快。6.5，至少是我输啊。对，嗯，惩罚是什么？惩罚哦，好累哦。这里的惩罚感觉要画脸，不会怎么样？没有啦，不会吧？你们刚刚最输的人站在上面，然后就把他推下去，先帮他收麦。哦，对，这么直接？要数三吗？对，你不要推我，我没有推你啦。谁要推你啊？一。